知道，可能两三个小时吧。等一下，我们这台车只有我们今天接驳而已，明天会换别台。好，这是今天暂时接驳的，因为我们今天几乎不会用到车。好，因为在马德里啊，在马德里我们很多地方都不能停车，只能用走的。好，很多地方都不能停车，所以我们只能走的。那你如果说你要从 A 点走到 B 点，用走的比较快。好，因为如果啊，因为再加上马德里很容易塞车，很容易塞车。你如果要从这边上车，然后呢从 B 点下车，可能走路只要十分钟，你坐车可能要45分钟。好，所以我们只能用走的，我们只能用走的。好，那大家很久没出国了吗？嗯，有吗？有。多久？3年半。跟你们讲，刚刚我们停车的那个航厦是疫情后才有的，以前只要走出去就是巴士停车场。啊，像现在他现在有多盖了一个这个巴士的那个停车场，所以要走比较远。那因为我想说，大家很久没有出国了，可能大家也很久没出国，那可能很多都已经忘记了。